第15集《蛇颈龙结晶的踪迹》。啊！猫小美，猫小美，你没事吧？我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被巨浪带到小岛上了，小猴好像被冲散了，我们快去找他。小猴。这里不像被面容烟污染过，可是罗盘却一直旋转，不能准确指出恐龙结晶的位置。老大，看来恐龙结晶的位置找到了。这是在提示什么吗？怎么回事？什么声音？伟大的首领，为了统治恐龙世界。我是左左。我是右右。闪耀吧！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恐龙人变身猿猴帝王。老大，他怎么了？到底是谁？你们把小猴怎么了？别再叫了。别冷静，先冷静。这可不是我们干的。他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。小猴，你没事吧？我又听到了蛇颈龙呼救的声音。可这座岛很古怪，不仅你会听到奇怪的声音，而且罗盘也无法确认恐龙结晶的具体方向。哎呀，恐龙结晶到底在哪？别再叫了！别再叫了！小猴之前听到声音也是在这里，一定有古怪，我们仔细找找。是不是连起来的？我先飞得高些看看。闪耀吧，龙之心！恐龙战士猫小美变身。整个岛是蛇颈龙的形状。中间这块空地像是龙之心的形状，问题可能出现在这里。难道要打倒这棵树？风刀双剑！怎么回事？树和地面都有干裂的痕迹，是不是要浇水？我变身试试看。小猴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们想想别的办法。我可以的，恐龙战士小猴变身。水弹冲击。就快成功了，蛇颈龙，我们坚持一下。第16集，恐龙能力枯竭。蛇颈龙，啊！小猴，你终于醒了，真是吓坏我们了。
蛇颈龙的能力几乎耗尽，所以陷入沉睡了。他可能要很久才能醒来。蛇颈龙，你一定要尽快醒来。大家小心，小岛可能要塌了。大家都没事吧？佐佐和悠悠逃走了，一定要小心。罗盘已经恢复正常了，我们直接去找棘龙结晶吧。蛇颈龙无法战斗，我们在水里很危险，必须尽快离开。想走可没这么容易，交出恐龙结晶。悠悠，为了伟大的首领，为了统治恐龙世界，我是佐佐，我是悠悠。闪耀吧，龙之心！恐龙战士，猫小帅变身，古龙人变身，可恶！好痛啊！猫小帅，别再挣扎了，你们的恐龙都无法在水中战斗，乖乖交出恐龙结晶，我就放了你们。三角龙可以在水中释放铜腕，我来变身。闪耀吧，龙之星！超级罗汉！恐龙战士，小狼变身！三角龙，火鸡通案！啊！怎么回事？三角龙！哇，首领的灭龙烟太厉害了！三角龙，我是小狼啊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小狼，罗盘可以净化灭龙烟。啊！你这个笨蛋！罗盘之力。灭龙烟进化，我们快合体，火鼻通案。三角龙，你没事吧？恐龙如果被灭龙烟控制太久，就会彻底发狂失控。刚刚罗盘虽然进化了一部分灭龙烟，但进化的力量和灭龙烟的力量相互冲突，耗尽了三角龙的能力。不会的，三角龙不会能力枯竭而亡的。我们现在就去寻找剩下的恐龙结晶，只要所有恐龙结晶归位，就能解除灭龙烟的毒性。到时候三角龙和蛇颈龙一定会醒过来的。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，又没拿到恐龙结晶。首领，您别生气，蛇颈龙和三角龙都已经能力枯竭，无法战斗了。棘龙结晶在您手里，只要等着他们自投罗网，我们一定能把所有的恐龙结晶都抢回来。第十七集，霸王龙大战棘龙。我们只剩最后三片恐龙结晶没有拿到了，马上就能彻底解决灭龙烟的麻烦。这里就是我们进入捕龙人大本营的村庄。现在罗盘指向前方，棘龙结晶还有之前被调包的两片结晶应该都在猫三三手里。我们分头行动，我和小狼去救老爷爷。大家小心。这里一个守卫都没有，肯定有问题。应该就在里面。猫三三，你们终于来了。猫三三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，放弃灭龙烟吧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被我控制吗？因为他们害怕我。把恐惧的力量混入灭龙烟中，我就能控制不听话的人类。你们不可能打败我的。佐佐，悠悠，你连你的同伴都不放过。哼，同伴，
他们只是我的下属，我的棋子罢了。同伴有什么用？能帮我统治恐龙世界吗？能为我的爹娘找到恐龙报仇吗？笑话，爹娘！别废话了，交出恐龙结晶！龙三三，你是不是古代的棘龙战士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什么棘龙战士？我没听过。看我无敌喵喵剑！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别忘了，这里是灭龙烟的根源之地，棘龙。龙人猫三三变身。交出恐龙结晶，我可以让你们跟我一起统治世界，怎么样？你休想！闪耀吧，龙之心！恐龙战士猫小帅变身！哼，棘龙，灭龙斩！好感人的友情，可惜恐龙结晶注定是我的。我们把力量都汇聚到猫小帅的龙之心上试一试。闪耀吧，龙之心！恐龙战士猫小帅变身！什么？进化？雷霆万钧！猫三三，别再伤害恐龙和其他人了，回头吧。就算我不能统治世界，你们也永远无法解除灭龙烟的毒性。第十八集，召唤恐龙星元。就算我不能统治世界，你们也永远无法解除灭龙烟的毒性。猫三三，你放我们出去！打不开啊！糟了，恐龙陷入癫狂状态了，快保护那些被石化的人！这个箱子能让恐龙暂时保持平静。我们必须马上找到猫三三手里的三片恐龙结晶，否则让灭龙烟继续吸收恐惧的力量并扩散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猫三三最有可能把恐龙结晶藏在哪儿呢？这个房间里没有，弯牙老爷爷的房间里我们也没找到。弯牙是地牢，我们快想办法离开这里，去地牢。这是什么？猫三三，是三。猫小美留在这里照看，我们去地牢找恐龙结晶。
别假惺惺了。你别乱动，伤口会裂开的。恐龙结晶。我不会告诉你的。只找到三角龙结晶和甲龙结晶，还剩棘龙结晶。猫三三，你看左左和右右多么痛苦，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老大，我好痛啊！再不解除灭龙烟的毒性，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恢复意识了。我不会原谅恐龙对我家人所做的一切。左左右右不仅仅是你的伙伴，他们也是你的家人啊！老大，家人，来不及了。准备召唤恐龙星人，收到。恐龙结晶归位，罗盘之力，召唤恐龙星人。这不可能，明明是霸王龙把我爹娘推下了悬崖。怎么会，我不信。爹娘，我好想你们啊。你真的是棘龙战士吗？那为什么你没有变老？自从我看到爹娘掉下悬崖之后，我每天都会做噩梦，梦里有个人给了我灭龙烟和配方，我在梦里一直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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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没办法跑出这个困境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变老了。梦里的人，对不起，一切都是因为我，我错怪了恐龙，还伤害了这么多人。对不起，这一切原来都是因为一个误会。那你愿意加入我们，以后一起保护恐龙世界吗？我愿意，我以后一定会倾尽全力保护恐龙世界。恐龙战士，集结完毕。龙大，别忘了我呀，我也要帮你保护恐龙世界。不要走开哟。 Nice cat， 点击订阅我们吧。